前几日啊，你是没事就往转面寺跑啊，知道你心里边惦记着陆长空，蒙蒙也就没说什么。出空仙君魂归仙位，这日后你可有打算呢？他已经消失了。如果你真的是喜欢陆长空的话，何不借此机会再续前缘？你看啊，出空仙君法力高强，与天齐手啊，我这个红小小啊，再活个二三十万年是没有问题的。你们要是在一起的话，你再也不用担心天人相隔了。怎么可能啊，出空和陆长空之间隔的可是一条银河的距离。小祥子，上一次出空仙君对你可是用情至深呐、那不是出空。